我就觉得行不赢狼夜粉天蛇啊，魏野的专属也专属啊，狼焰魂天手齁，所以我也来洗整一下喔，就是这样来玩的，感觉有点难打哦，这样该不会掉装备吧？哎，我觉得有点难打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几嘞？二十一等，那怎么升级啊？我其实也没法升啊。不上去啊！哎，那其实我们可以搞很多只。我们今天拼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我还有赵云呢。这个抽一下好了，我真的可以抽甘宁啊。